哎哈，大家好，我是阿酸，好久不见啦。我们今天要来玩久违的飞桶。那今天要用的这个卡组呢，其实是骑士桶的卡组。好，那我们就用这个来爬天梯。有一阵子没有玩骑士火箭筒了。那过年的期间，过年也到了，今天呢会去聚餐，去。之前的影片呢，有跟大家说我脱单了嘛？那今天就会到女方家里去吃饭，去跟对方的家长认识一下啊。其实之前已经有见过面了，只是今天的长辈的层级又更高了一点。然后天狗出了位置，这家伙的法术，想一下是什么？小重伤，火箭有战。拿着，应该还好。剑鱼，怎说？啊，火箭下去就有了。我盯了一下，其实刚刚已经可以带走了，给对方留了一点点希望。公主。
先鱼出去了。来个大胆的假设。不妙，真的相当不妙。完了，对方决定骷髅军团压在手上，我们这边就像刚那样子，这一波可能会有骷髅军团的协防，就不做太多的处理吧。是一个滚木，下一个剑鱼，然后操作公主，偷一点东西吃。这波的王子进攻要跟贝塔，然后带上滚木。行，好，这里可以，我先带走了。下一场大队沉底。来个冲锋，嗯，下得蛮漂亮的，这要桥头偷一下。被用龙宝扛伤害，这个石头，我得想一下怎么样处理打分边。
扫不扫到公主？有，公主扫到。快！哎呦，我的王子，我看留下来了。52，一样用公主偷一件就好。有了，这样可以安心的带走。就先他到5900，然后之后我们再来，其实记得天梯再努力一下好了，因为上一季大概玩同一套剑狗矿的组合，想说这一季应该要来换一下，尝试一下，然后主要还是来跟大家拜个年，跟大家说新年快乐，我们下次见啦，那之后。这个再来跟大家分享其他内容的影片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到这边啦。如果你喜欢这影片，不要忘记订阅、赞、分享、通享。当然，我们是阿爽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